羌族应该是能歌善舞吧？对对，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羌族。那要不要跟我们跳一个或唱一个？那就给大家跳几个羌族的舞蹈的动作吧。好。哎呦哎呦呢，哎呦哎呦呢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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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，哎呦哎呦哎呦呢，哎呦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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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舞蹈还挺特别的啊，这羌族的舞蹈特点一个就是扭胯，一个就是扭肩。是因为都住在碉堡楼里面，空间比较狭小，对，不能太大的动作。而且嘴里面唱的这个歌曲的歌词也挺好玩的，就是一直在哎呦。